圣诞节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圣诞老人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圣诞老人出场，跟着我们一起倒数好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尖叫声！我们的圣诞老人呢，有学务处主任刘胜健主任，辅导室主任林玉主任，资讯处主任陈玉斌主任，实习处蔡鸿辉组长。